所以，请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意见，因为我真的屡试不爽，每一次只要是这样子，就一定会叫，一定会把。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想要来跟大家求救一件事情，然后这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在我的怀孕过程当中最困扰我的一件事，就是你们知道我们家现在的成员就是有守人，然后还有思看，那我们两个其实都很乐意接受这个新生命的到来，但是这一位他不是很喜欢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现在肚子已经出来了，然后有时候我会叫守人，就是跟我肚子说话，可是思康就会有一点吃醋。我们现在试试看。哎呦，比自己要比自己要乖。比思琪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就是会这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不可以跟比斯奇讲话？那爸爸把手放在肚子上可以吗？所以，请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意见，因为我真的屡试不爽，每一次只要是这样子，就一定会叫，一定会把爸爸的目光就是夺走。所以以后如果他想要抱小孩或什么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如果你们也有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不能把他送走，不能把思康送走，所以。很想赶快解决，再试一次。他现在已经就是很警觉了，就是一直想要跟爸爸讲话，就是想要跟他玩。好啦，换比斯吉了，刚刚陪你一下，现在换比斯吉。比斯吉，我还没讲。打开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章鱼、小兵、小爱，这里是 VS Media， 想要更多人看见你吗？欢迎来投稿，投稿连结在。救救我们吧，我们也不想把思康送走，毕竟他也是领养的，我们不能让他再回去流浪，但我们也不能让比斯吉流浪，所以请帮帮我们。